来马来西亚生活第四年了，我竟然是第一次去做身体检查，每次都用太多的借口，但不要等到真正生病的时候才想起来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多重要。所以一年一次的身体检查真的很有必要。这次我选择在 Sdialang 的 Airpro Clinic 做女性健康检查，当然也要带上我老公去做男士健康配套。诊所的环境明亮宽敞，加上是预约制，完全不用人挤人。护士会先帮忙量血压，然后医生就会跟你咨询身体状况，帮你抽血。这个血液检验有85个 test， 非常全面。现在的活动价也只需要360马币，而且医生很温柔体贴，抽血真的不痛。再来就是超声波扫描和心电图，男生只需要多加29马币，女生还有多一个子宫颈抹片的检验，也只需要加39马币哦。医生帮你做超声波扫描的时候，会很具体的检查每个器官，跟你讲这些器官的大小标准值以及是否有异常情况等，让我也对自己的身体更加的了解。而心电图则是检验心脏的状况，医生同样会跟你做解释。最后一步就是去验尿，整个体检就结束啦。顺便分享个好康，购买了女性健康配套三针 HPV 9价疫苗的加购价只需要1299马币哦。现在就打电话跟 Airpro Clinic 预约吧，在芙蓉、马孔、麻坡、Sdialang、Miri 都有他们的分行哦。